耿姐，似乎今年经过50几号，有居民反映称，我们有做好将天台的雨水直接排向楼下，导致楼下落好积水甲雨后滴水，希望该做好将天明雨水引入雨水管排放，导致直接排向楼下。同样情况下，是一楼的居民张能时，伊答大概一个月前，五楼有做好通过直接水管将天明的雨水直接排向楼下，导致落雨的时候。雨水滴摆，甲雨后滴水，造成楼下好冻积水，雨后长时间过高样。我们老师就家己到天台去顶拍个坑了，排个天台水排对住外口出来，无对落水管落去，水排落来就滴着四楼个河旁，河旁就喷火出来，就滴着三楼个河旁，河旁喷火出来就点只水落来，水个搞个楼下就拢砸埋就掉，后咱就照落落点落滴雨水，无好也着滴落去，就只中华门口做中华袂大。张能师大，伊正向楼顶做好防应情况，希望对方规防排水。今咱有去方向就搭。伊个水无变，个去排队落水管，为了保护伊个天，伊个个老伯，个水就只好排队就流下落。张能师认为，天明个水无直接排向楼下，应按规定引入排水管排放。直接往楼下排水个话，不仅有碍使用光纤，欢迎东影响楼下人家个徛起甲出镜。伊个水伊个排，我无反对伊排，但是你就着。该最该排队落水管落去，莫直接排队外口出来。排队外口出来，上落也影响使用油，上落也影响着我老人，较人几个上落来，人出出入入，直接拢搭埋。就张能师反映的情况，记者也去到楼顶，上向10时间五楼住户核实，但该住户当时无到来，暂时未能获知伊的说法。随后，记者前往当地石炮台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张能师影响因人反映情况。日十世界五楼住户则表示，六楼天明的水因故无变排入雨水管，当地正协调有关方面尽快解决执政问题。市民李能师反映称，最近到市区朱棣路互相污染楼的一段，经常有寡只流浪狗来徘徊，附近有绿菜市场。幸福、老囝、老人也经常到周边活动，已经有好几次吓到恐症，甚至有流浪狗或进入商铺来逗留，冲到外世界安全隐患。连两时当，近半个月来，到朱棣路附近温怡老的一段，有三只流浪狗到下挂或咩挂，经常出没，不仅随地摆平，影响环境卫生，还不时对老人惊惊着恐症，因其出没的时间长。污染甲附近绿菜市场嘅人流量拢比较大，大家就担心流浪狗会危及人身安全。三只狗伊也是算比较大个，差唔多就有60-70公分，有一只比较大，就70-80公分就长个。我唔敢靠近伊，毕竟流浪狗嘛，叫等伊等人家，卖等人家，靠到全部只阿滴个啊，了个啊来去靠到去加人来做呢，所以。家下做夜眼生较好凶个。个李能师介绍，只几只流浪狗有时会进入店铺内底长时间个逗留，店员甲顾客个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直在当时整人，个只鸟架多住了只狗，进来铺头个唔好走，然后下做人少半条个时间袂保应变个，包括下做老囝啊、孕妇啊。拢是有来就要惊，是叫咱买单人家惊着人啊！那后半是就是全留下咗人过来守护，然后再有帮救助啊救出去。李能师就希望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能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依规妥善处置这撮流浪狗，维护公正安全。就等好在啊，狗啊去伤着人啊，是倒咬着人啊。也向下做就周边个人群个安全，希望有关部门啊，就有效做，可以靠边村里处理啊。儿子尾盘落向暑期，暑假期间，完整清亮舒适个指导之光，成为了整个市民避暑加充电个好去处。伊能到导之光来，辨别浓浓个志向，尽情享受落塔个乐处，开启文化消暑个模式。
早前似导致光一捞计，少年儿通导致焦落宝，龙狗计自向起食碰面而来。农家户有出瓦道自己边头狂落自家，有出山翁成空坐坐者，认真读着故事字，又家长教着农家，更想亲自落塔计美好时光。前面平先生是导致光的小客，当天而来，以每只龙狗农家来几个台子。如果在家里的话，可能基本上就是闹着要看电视为主，看电视啊，玩游戏。对他们就是说，我们大人是觉得对他们身心是有害的。早早过来这边的话，不会太热，也是一个就是暑期的一个消暑的一个好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小孩子可以增进知识，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驰骋，对他们也是很有帮助。二捞计东风导致焦落石，也是前面学习计主定地。在往特子嘅人落嘅捕捉，连冷麻麻嘅自家，满足了每一只嘅特车计不单数 Q。我觉得是看管理类的，或者是育儿类的、教育类的，自己比较喜欢了，就觉得汕头有这样的一个图书馆，觉得有这种资源很难得很好。文学类的吧，我喜欢《山居笔记》，把错的课外书看一下吧。多行起来对，暗捞自食食嘅座位也好抢潮。读者学埋头口读，学空笔接字，学生会多几个衰退比较，直所全帮助即在往学习重点。导致光方面，我特地增加了念书自食会，目赛暗捞计自食食更有八百个嘅座位。这里氛围挺好的，我正在学考研政治的内容，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然后让我们在这里自习。比较凉爽，然后也很干净，然后很适合学生在这里学习。近期汇丰补特车界门开生活，此导致光学推出网约空间，让老家伙到网络上自由探索、学习及成长。自定日直接组队为如期有厨界小开灯，做如期开店。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牙齿，认识它有什么结构，然后我们是由什么时候开始长牙齿，什么时候开始脱落，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这个牙齿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然后现在我们进行的一个环节是一个牙齿制作的一个体验过程，小朋友呢可以认识一下我们的牙齿，这个是它的一个形状，还有一个数量，以及它是如果是蛀牙的话，我们去看牙医的话我们要去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制作这个矫正牙齿的一个牙箍的一个内容。有厝嘅游戏甲互动，让老家伙了解齿嘅结构甲重要性，也学习了正确嘅手齿方法甲保护齿嘅知识。今天动手制作牙齿，感觉很有趣。他用这个粘土放进模具里，再把它装上去，能够让小朋友们感受到牙齿有多重要，能够让他们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牙齿，还有如何正确的刷牙。多次区小双路往长平路嘅能嘅步道上，有一处通行者区开始有直播，轻踏行者，行人嘅车辆非常踊跃动脚。附近市民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装上新嘅车区，消得恩患。此处开始直播嘅通行者区位于小双路往长平路方向嘅步道上。暗河初到能夹步道领灯，记者到现场抬高步道上可以有一排汽车，更增加了行人高达通行者的风险。据附近市民反映，今年五月，这个通行者区就开始了直播，甲过往空前带来较大个安全隐患。然后有影，天气老冷啊，农家人家就过，一咩人就散步了，然后有危险嘞。到长春个半半仔开张，记者抬高顶边有通行两个字。但因未看到其他标志，也唔知自己通行者区属于啲嘅公司管理嘅。为避免过往空乘误达通行者，有热心人用手机嘅的个插到井口做警示。但每间光线昏暗嘅话，还是用佢出事。附近市民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装上新嘅井口。我哋来处理咧，等下挂条老街嘢都唔知做咩，即系点都大咧。就这里，这个盖子要处理一下，不然。找路啊，或者路过的人要是不小心掉下去就麻烦了。我每天都要路过这里，很危险，不管是人还是车过去都是很危险的，要赶紧处理一下。因高步是背着着双老镜，英雄梦的开端。
近两年，潮汕多地拢积极施策，为农家的恩公们护盼。站咪咋？金平区同内街道联合区文化广场里有体育局，到激战社区举办恩公游华国、虎林百川王及同内街道恩公部队成立仪式。红布陈少年行去生活的同时，也将恩公部分更新新制度，焕发新活力。启动仪式之后，锣鼓声、击腿声、呐喊声叮叮，即将有气势恢宏的恩歌舞表演精彩上演。近年来，金平区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多次组织恩歌进校园、进社区，学恩歌的人逐年增多，水平也不断的提高。到此背景下，金平区台内街道联合区文化广场里有体育局，新组建了三支恩歌队，促进恩歌舞界传播及传承。到现场，金平区武术协会会长华为何晚会讲过了潮汕恩歌舞界艺术特征，并示范退化、步化、指导能练习，并将后生恩歌操分发给大家学习。刚读暑假的时候开始学，学习歌舞技能，丰富我们的暑假生活，也能让我们体会到学习武术还有莺歌的魅力。感觉就是莺歌就是很飒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学武术的，武术里面的话，它也是有这些莺歌舞的系列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力还有身体，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潮汕文化。我们在金平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指导下，联合金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出版了《金平莺歌》这本教材。在暑期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把这本教材呢带到了我们的城乡结合部疫情市区，为这里的青少年组建莺歌队，然后把这本教材呢进行传播教学，让他们能感受到莺歌舞、中华战舞的魅力，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活动中，临安小学甲第十二中学莺歌队也进行了精彩的交流表演。队员会用杀伤的舞姿，展现后生莺歌队的独特风采。现场发射了莺歌舞体验课，让广大歌迷群众领到现场学习莺歌舞，感受莺歌魅力。为了咱中华民族嘅文化传统去生下去，为了带给咱嘅传统继续下去，咱人民非常欢喜嘅，也非常点赞嘅。接落来，金平区还将大力推广莺歌操，继续到各学校及社区进行莺歌操培训，让更多少年儿童参与到莺歌文化活动中。成立驼联街道莺歌队，就是希望号召更多少年儿童加入到莺歌队伍中，让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莺歌舞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年轻一代中继续传承和弘扬，以文化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没错，2024当初山头白蜡松新文化部会及光明签约仪式到潮汕历史文化碰南中心去行。记者了解到，2024当初山头白蜡松定于12月22号7:30鸣枪起跑，山白将为五湖四海的双手打造玉、核、黄、绿、赛五位的体格体育盛宴。根据发布会上信息，2024当初山头白蜡松规划于8月下旬启动报名，规模为9万5千人。设有马拉松、半天马拉松和花力跑三个项目，其中马拉松四千人、半天马拉松七千人、花力跑一万四千人。山头马拉松不只是一场精英级赛事，也是一次全面参与的文旅体盛会。今年赛事将以彩泥吊运、百彩相报、侨乡媒介为亮点，以赛为尾，激起海内外吊团吊人两岸交流的良心桥。创景石多聚道签证式的顶饰，山头红布龙狗计南门队伍加潘天卜石计新气象，做了做好新时代敲门声。一方面，我们就是我们突出我们的侨乡的特色，我们也是积极邀请
海外的这个球箱球包，特别是他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球包，回到汕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啊，来感受我们汕头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变化。第一方面的就是我们这个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特色把它融进来，把马拉松办成一个大的一个盛会，一个文化的盛会。我们的美食也是会免费给参赛选手提供我们汕头的特色的美食。今年汕头马拉松再次用定世界重量精英漂白赛事行列，将到竞赛组织规划、选手服务提升、甲城市氛围营造等方面，增加优惠甲升级，提升选手界参赛体验。赛事路程广创华侨文化、城市文化、特区文化、海洋文化四大城市发展来听，起点设置到海平路，途经开放广场、南明广场、小公园、骑楼、行都空、海平长廊、石炮台公园、华侨公园、东海崖大道、金湾公园等汕头知名地标，从潮丰古运界老城区到填海造力界新城区，一路领略汕头界辉煌历史、美好形式甲光辉未来。举办马拉松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城市的活力展示，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人关注健康，积极参与运动，营造充满活力的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除了延续体育嘅年华、功夫体保级、调节加油站等山北传统外，今年还将有更多非水文化、传统工具、流字和梅节等吊山特色元素，到山北比赛场集中展现。我是从2015年首届汕头马拉松开始参赛的，感觉这个汕头这个赛马。这个赛道啊，一年比一年好。每一年的汕马，我们都是非常的期待。通过这个汕头马拉松吧，将汕头最美好的一面、最热情的一面展现在这个全国人民的面前，这真的是我们汕头人每个人民的一个骄傲。上海民航男子吴某某到五毛球馆拍球的时候，被流浪猫咬破喉，造成十级伤残。于是起诉经营五毛球馆的公司及流浪猫喂养者肖某某。经过一审，肖某某被判赔偿24万元。但7月24号，该案再审双方，由公司赔偿19.2万元，肖某某赔偿4.8万元。根据法院的消息，相关赔偿责任由公司承担80%，肖某某承担20%，吴某某不承担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审认定的事实正确。但成法律确有错误，对相关赔偿金额原审认定并无不当，因此最终判定由公司赔偿19.2万元，肖某某赔偿4.8万元。2024年9月，一审判决认定肖某某作为流浪猫的肇事者，应构成饲养关系，依个民法典要求动物饲养人，也就是流浪猫的肇事者承担侵权责任。若作为中央官方的羽毛球馆所属公司，依个民法典规定承担补充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到二轮等等引发了加大争议，并直到冲上热搜。因为导致流浪猫狗在承担巨额赔偿，这让这些人感到无法接受。该案再审等等，法院认为一审判决的事实以及赔偿金额均无错误，只是到法律适应上出现问题。该话到情况责任认定上应适应民法典，对直采198条对款，自费对直采945条，因此到责任违反上应当适应民法典，对直采165条及直采172条的规定。对直采945条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其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动物饲养人。这流浪猫狗的肇事者是否属于动物饲养人，就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由于肖某某不属于动物饲养人，因此不适应民法典对直采945条规定的动物饲养人侵权责任。涉事企业作为羽毛球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从到多种不能尽到完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因此对吴某某的损害后果具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从原审到再审，大会者从原被判赔24万元，到改判为4.8万元，自旧款被判赔19.2万元，
这无论是对公共场所，尤其是今日场地管理者，还是对流浪猫狗界导会者，更是一个警示。总之，到位有风险，爱心不可放任成害，流浪猫狗也不能放任成接。